风干鸡肉条来了，我这一盒是250克，我这个是吃了有三根了。你看，他们一个都是这种大个的哈。一个酱辣的，一个原味的，两口了。我吃的都是原味的。很筋道，超级耐嚼。它这个鸡肉条，不管你是建制期、控卡期、减脂期啊，都是可以大口吃的。它高蛋白，无淀粉、CV炸的，可以放进去。超级筋道。这个一根，我不能看那数据啊，就看一多才能把它给啃完。九成神器。看你通常吃进丸啊、碎剂啊，玩游戏的时候啊，就会拿到一根啃一啃，一边看书一边啃，很带劲。一直高蛋白。就看那个肉丝是一丝一丝的，现在带你吃的准备放心去入啊。